大家好，我是 Sinus。 我今天很紧张，这是超级紧张，因为我是今天想着帮我家姐呢哇是的，因为我今天想着跟我家姐哇你的头中都没中间分界因为今天我想着跟我家姐提早庆祝生日，我应该今年是相隔九年之后跟她庆祝生日，其实我是很紧张的，有一个三字之母，那我现在都帮手凑紧一个儿生仔，那我就趁着她现在凑两个大仔放学的时间，就要想着将她有少少布置啦。那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大布置，只是有气球啦，有花啦，有蛋糕这样啦。蛋糕其实她已经一早收了，因为她自己指定要吃那个蛋糕。是啦，现在小的时候也要找妈妈，就是找我家姐。都好希望俾个惊喜佢，因为第一个惊喜我已经失败咗噶啦，就系我本身订咗扎花，咁失败咗原因系因为嗰个花圃本身冇写低送货时间，而我本身叫我姐夫咧捉我家姐出去食个晏昼，等我预备收花，点知咧我家姐就话今日都唔讲，同埋我唔想出去食，咁变咗我姐夫就冇借口帮我带佢出去啦，咁就佢自己咧变成自己收花，跟住佢收完之后，咦我个喎。多謝，完全不驚喜。不過唔緊要，我仲有少少秘技，我一定要用埋佢，一定要佢開心，我一定要佢感動到流鼻涕。哇，有冇感觉先？冇奖抽，但有花收，有泪沟，系咪符合何求？仲有个咁可爱嘅小怪物，怪物，出翻嚟啦，好冇？好。勁搞笑咧！我 request 咗係要粉色、白色、綠色啦，咁竟然係邊個咁嘅顏色？想像圖片果然同現實中係會有出入嘅。跟住就好有情人節味道嘅 Rose Prosecco 啦，跟住有個朱古力，仲有一個非常之有少女心爆發嘅氣球，隻顏色都幾襯呢間屋嘅感覺。即係打扮翻少少先，咁大家見到雖然有花啦、有氣球啦，覺得喂好平常啫，有咩咁特別啊？咁但係其實真係喺外國生活嚟講，其實真係唔多，即係除非係即係小朋友啦，或者可能網紅級，一般家庭嚟講好少。咁舊個我家姐都係個媽媽啦，媽媽寧願係俾咗呢一啲嘅心思俾小朋友，自己就會忽略咗。哎呀，係啦，咁到做咗媽媽之後，其實真係嗰種會咁樣安排就。我都相信呢個世界上好多，不過咁啱我皮膚就唔多咯，咁所以我就好想做翻，係咪啊？做俾媽咪睇好嘛？俾媽咪開心下好唔好啊？耶！搞笑痴痴，乳豬。咁我希望呢個久違嘅儀式感咧，就可以送翻俾我家姐啦，係咪啊？耶！媽媽，媽媽，媽媽。哇！俾佢一嘢發落嚟，哇！好多口，好多口水面。叫咩咧 ？No no no， 听住。我唔系你阿妈，你阿妈就可以食，我唔食啦。多谢，多谢，多谢。超大镬，蛋糕唔连蜡烛，咁点庆祝生日咧？问好，问好，问好，问好。我而家有啲紧张啊，因为佢话佢就到，但系因为咧本身呢间屋主咧都话佢就翻到，变咗我都唔知究竟边个到先。仲而家仲要超过呢个小魔霸。我覺得咧喺呢度訂花訂氣球咧，其實真係唔知邊間，因為呢一間屋咧其實比較偏遠，變咗嗰啲地區好中意嘅花咧，其實佢就唔送，所以其實我本身訂嘅時候都冇乜選擇。我救星到啊，個屋主翻嚟啦，跟住佢幫我擺咗啲靚杯啦，同埋個靚啲嘅 decoration， 高手。
好彩有救星拯救咗，讚讚。但是你俾個咁嘅反應我，我係內心好澎湃，但係我內心好澎湃，但我人好沉穩。是壽星女自己揀的蛋糕，好評價，你自己揀的蛋糕。嗯，嗯 ，It almost tastes a bit off. The bottom is lemon. It's sour. The bottom is lemon. 我阿爹連媽咪睇翻，我哋又俾翻封利是佢嘅，多謝媽咪，多謝老豆。不如我寫咗呢個。因為我寫了一隻中文字，我怕他們會打開，他問我誰叫媽咪姐姐，誰叫媽咪姐姐啊？誰小朋友寫給我？媽咪姐姐，你今次搞得這麼有儀式，那你下次生日怎麼辦？但我原生的原意就是補回一些你這幾年沒了的儀式感給你嘛。我已經慢慢磨蝕到沒了儀式感，因為你旁邊這個神隊友嘛。 Year of the pumpkin 勁有儀式感啊。其實他都會給 surprise，不過就不是我們這些比較 fancy 的儀式感，希望你喜歡。多謝，多謝你。哇，終於清靜，生日快樂。清靜啊，生日快樂。我覺得今天我們不出去慶祝，其實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我們本身說出去吃漂亮的東西，扮漂亮，但是我覺得是我們自己的，應該是我們兩個，我們帶他出去威的，只是你生日多一點。什麼？扁你嘛，裝束來說扁你，因為這是一個 surprise， 我用這個家庭主婦裝束。我也跟大家說，因為你都是一個三字之母，對個驚喜我覺得是不驚喜，搞到我想覺得其實是驚喜的，因為我不知道嘛，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因為我一眼望下去的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邊一樣嘢會俾小朋友打爛？嚟，我第一眼見到，即刻有兩個世界，媽媽嘅。但係即係我見到蛋糕，應該我 BB 仔就會一塊肉啊，有機會。咁煲有四個小朋友就一定搶噶，跟住又有啲香檳酒杯喺度，好危險。我眼神就係 OK， 好多陷阱，分析，勁多勁多陷阱，係勁多陷阱喺度。咦，好開心，但係咦好危險。同時出發咁樣就只能夠隱藏我內在嘅興奮啦，同埋因為呢度唔係自己屋企嘛，即係呢度唔係自己屋企，你哇你人哋地頭哇好開心咁咩？即係好似會有少少壓抑咁咯。嗯，係啊，我明嘅，我明嘅，我本身安排嘅時候咧，我都有啲緊張，即係我都好多謝你嘅。可能我即係好似人哋結婚咁咧，即係你係完咗嘅，好似發夢咁，跟住原來頭先都好美好，即係你明唔明啊？未過哇，我哋啱啱先執埋啲碗嘅喎，呢一秒先坐低嘅喎。我差唔多九年八年冇同你慶祝過生日，咁之前我生日你又幫我慶祝咗，我都有啲壓力嘅，但我唔想係嗰種一來一回咯。去哦，你生日嗰日我哋出咗街食下嘢，出街好靚靚咁樣出街嘅，即係想講出套平時我唔會著嘅裙去湊住個仔咁樣。其實即係我都覺得係好少有嘅，即係同埋真係著到靚靚喺街度推住 BB 車，其實係好多人會幫你嘅。係係，嗰日嗰個經驗係幾好，勁多人係會行過嚟幫手啊！我嗰日都著得好有好有品味。係啊，衣著係會影響你嘅際遇嘅。同埋因為我哋係 send 同埋其實佢因為佢今日俾我驚喜我啦，我又冇畫眼線，又眼眉又冇畫花咁樣。不過好靚噶啦，好靚噶啦！喂，30幾啊，今日你自己講，就嚟38啦，即係剩咗就38喎，38三字之母。仲要俾人覺得我係家姐佢阿妹，你仲想點？你想唔係因為你嘅人，即係你人嘅行為成熟啲嘛？我唔覺。咁我暗淡都係低能啊嘛，即係我嘅人暗淡都係 hea 底嘅，即係我唔會好讀書嗰啲嘛。其實我都唔係好讀到書嘅。唔係，即係係咪要畫創畫？學術上咯，我唔會咯，係。哇，唔凍咯喎！諗住開支新啊，等阿 Jo 先，係咯係咯，等阿 Jo 先。唔凍嘅。我唔識飲酒嘛，點做嘢你？你坑嚟做咩咧？你坑完你又唔飲，飲啊！你成日都話我養金魚咁嘅啫。晏晝佈置嘅時候咧，有同 B E 即係同大家分享，其實喺呢一度嗰個文化咧，其實都唔係好誇張嘅，或者其實由揀花開始揀器材嘅，我唔知道質素係點。咁嗰啲揀得好靚嘅，扎花就。似是比年紀大的家人的花束，即是他以為可能你送給那些50幾的，不是我寫了我 sister， 他可能以為你的 sister 可能就以為他50幾，即是他是像即是漂亮的選擇，他的樣子是 decent 的，是啦是啦，但是我的心目中的 target 不是這樣，因為我們華人那個情人節就是粉紅色紅色很粉粉色色粉亂粉亂的顏色，但是他這個配套一打開就覺得咦是漂亮的，就是一個給家長的家長輩的花束的顏色，那你都是長輩的，我覺得我奶奶會收到這些花，就是這種配搭真的很 decent 的，不是一個對還是錯的，跟大家說你自己看我多 casual 說一下我都對我的 channel 很 casual 的就是剛才說其實在這裡那個文化不是很唔多都有嘅，即係如果見到啲小朋友或者 teenage 嘅生日，佢哋真係會帶住寫住咩 birthday queen、birthday girl， 係佢哋戴個頭箍、戴個 badge 喺個身度。係啊係，但係我覺得喺屋企擺嘅感覺上係多嘅，未必嗰班人好 close， 由細到大都係好 close 好 friend 啊，先有機會有啲情況。即係阿當啲親戚都係有一堆係咁嘅，專係好豪華咁慶都要著洋裙。要擺曬氣球啊、蛋曬蛋糕啊、cupcake 啊，一件件一樣樣全部都有嘅。嗯，唔多，因為你都要投放時間、投放錢咁樣，你仲要有班人有興致，仲要大家年紀越嚟越大都一齊有嗰個時間先得㗎。係，呢個感覺我好想帶翻俾你嘅，激活翻你個少女心啫。可能因為太耐冇啦，太耐都冇呢種儀式感，你就會磨滅咗。咁同埋因為其實李姐夫以前係完全零㗎嘛，即係佢零係唔慶祝乜嘢都唔慶祝㗎嘛，但係佢覺得日常每日都過得非常好嘅，咁點解要特別去慶祝咧？呢個真係佢哋嘅諗法嘅，呢個諗法都唔係錯喎。啱啊！因為我仲要本身咧叫佢帶你出去食飯，跟住點樣知佢就話今日啲仔好硬先放學，佢唔急喎。
鬧交頭啊，唔該。跟住就一聽得佢就摸手嘛，跟住佢個反應就心啦，咦，多謝。哇！嬲到我，推佢出屋先。唔係，咁我真係冇遇過收花，但係打開，咦，有花手，咦，仲唔係你，得你嘅啫。睇佢謝夫，睇我謝夫真係做唔到嘢。佢有送花俾我嘅，我真係食嘢啦。上年嗰陣，我記得佢上年係俾咗好貴嘅錢，收到一扎玫瑰嘅玫瑰花，係呢個氣球仲要炒啊嘛。咁但係即係，咁我話你做乜嘢要嘥錢咧？即係我而家。佢覺得你做一日送俾我都冇所謂，唔使等情人節嗰日送。佢四十嗰天我先幫你搞個，可能即係幫你搞翻個大嘅通知傳上你四十歲。四十歲，我又唔驚喎。咁到時你都再收身收到索一索嘅。但係你生日嘅時候我減到好瘦。我知道你好俾面我。唔係，我唔係等為你，我唔係為你生日減肥嘅。我知道嗰陣時候減到好瘦，跟住你又生。我為咗你先，我係為咗。我是為了你才染我黑的頭髮，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染我的頭髮，不是，因為我看到你的頭髮很想染，然後想想其實是健康一點的，好像有些新意，因為上一次我生日你人生第一次金毛，那我今次去你生日好像又費事又金嘛，是啦，然後我又很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雖然剛才提的照片也有些危險，因為我們有些很危險的小朋友負責打燈，是啊，我們有燈筒，不是燈筒嗎？是叫燈筒的嘛，你不識的咩？邊有驚過？邊同我聽過？跟住我哋仲要有兩個成，有另外兩個成年人是不習慣我哋呢啲亞洲文化喪影相啦。佢覺得得唔得？佢哋而家冇表露嘅，即其實都認識咗九年啦。我成日都以為自己十年嘅，因為其實我同佢嘅認識十年，但我正式住喺度就九年。佢哋都明白嘅，即都咁多年啦，但係都係接受唔到咯。佢覺得哇，你身體使啊，影咁多啊！我哋影相係一年撳噶嘛，但係冇可能。第一，我哋年撳係因為我哋有小朋友啊嘛。係。咁你有四個小朋友嘅時候，你一定有一個人合埋影嘛。啱啊。一定有一個唔笑唔講嘢，咁所以其實係好合理嘅。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咁咧，同埋個浪影自然就好似以前影菲林咁啊，三二一嗰下就嗰下啦。咁到咗其實我哋頭先影啲合照嘅時候咧，都有啲壓力就係。我怕他們累，又怕他們的小朋友頂不到，又怕我們拍得不漂亮，是啊是啊，那些氣他們開始爭氣球，是啊，可以爭啊，這個氣球星形是我的，圓形是我的，可以打架，然後最小的那個 BB 拿個球之後就不斷放上天，又要來拿回給他，是啊，是在勞役啊，你是啊，那 sorry 我有個我不要緊，我會繼續剪下去你又避不開，我又不可以走開去，那只能夠在你旁邊冇辦法，青教你未到。其實你唔講我唔覺噶，你講完點解？因為我好中意食青教你，所以係青教你嘅。片咧應該好長，呢度前前後後，跟住呢度講咗講係十幾分鐘。我見啲朋友都幾支持下喎，我發現咧我剪咗七分鐘嘅片咧，可能啲人睇下煮下飯，臨瞓啲人瞓唔著，所以播下。我哋把聲應該都未必氹得到你瞓，但我哋可以陪住你瞓。呢個講法好好，唔係，因為我發現我之前剪咗個七分鐘嘅片我發現咦，咁咪睇完嘅嚇？你自己剪咗七分鐘嘅片，你自己睇翻之後，你覺得好快睇完啊？係啊，可能你哋可能睇到第一分鐘就已經瞓瞓地啦。預祝翻家姐生日快樂啦！雖然好似我哋好公式咁，因為佢真係你見到其實佢刪咗幕。即係佢唔係啲好好 loving 嘅，你見到佢生得窄，佢唔會諗住俾我好黑，睇佢個樣。咁樣就好㗎，我淨要水瓶座。我啲仔我就得，我老公我都好冷漠。我試過咧，諗住咁樣捐喺佢嗰度咧，佢係想擋好，擋開。即係我又唔係話咩，嗰陣你幾好見到我揾你姐夫。係啊，其實我國歷代咁多男我都冇啦，歷代嗰四個，四個啫。咁我唔知道我做過男朋友嘛，咁我就係啲好，咁我係啲好黏好黏嗰啲型啊。佢咁樣幾？我諗緊，其實嗰半個男朋友算唔算一個？算唔算一個人？一個男朋友，即可能拍咗個超級短，但係我係認真嘅，但我覺得佢唔係認真嘅。咁我諗緊其實係三個定四個，所以我無啦望住。咁你嗰個你即係望住嗰邊瞓啊？等先，等下如果你嗰下係你認為好認真，我好認真嘅。咁你有冇好黏？
佢唔俾我黏，佢仲冷漠過我。No， 因為佢係一個超級事業型嘅人，我唯一一個超級事業型嘅另一半。咁所以我好認真，但係佢好冷漠。雖然我認為佢係我其中一個，但可能佢唔覺得我係，都唔定。好短嘅啫，可以咁講。好短嘅，我俾人黏住咧，都係貫徹咗水瓶座嘅性格嘅。佢好中意空間嘅，好中意空間。你咧？我一半一半咯，我認真做嘢嘅時候我 OK， 但即係同一個空間都 OK。但係我就我好 loving， 我就係、是、I just wanna have come on， 會粗黑佢都唔諗住俾我。黑勁係一種太用時間啦。No no， 太用時間，攬你喺個廁所嘅時間都得啦，即係你攬完其實你係一種叉電嘅感覺噶嘛。我可能錫我 BB 仔咯，錫我啲仔一啖跟住拜拜咯。去玩啦，去啦，飛啦你哋！好啦，我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咁預祝家姐生日快樂啦！咁如果中意條片嘅朋友啦，就記得 like 啦、share 啦同 comment， 或者去多啲 follow 同 like Molly 嘅 page 啦。多謝，我都大家都記得睇 Sinis 更加多嘅 video 啦。OK， 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情人節快樂，拜拜。Bye.